so far。凤凰网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马可。您出演的《极光之恋》里有一段扯面舞，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那平时私下里也会尬舞吗？不太会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那您身材和身高各方面条件都这么好，以后会考虑也参加一下走秀这种形式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其实还是可以尝试的。所以就是不排斥。不排斥。有什么穿衣风格是你特别不喜欢，而且永远都不会去尝试的呢？太过于夸张的吧。对。还是喜欢自然。对，自然贴合随意的。没有工作的时候，就是休息的时候，会做什么事情多一些呢？看电影、运动、打游戏。平时会看自己的剧？会。有追《极光之恋》吗？有追，但是没有每一集都追得那么死。听说你有追过《白夜追凶》《无证之罪》，是很喜欢这类的题材吗？很喜欢，最近很喜欢这类的题材，希望有机会可以尝试演一下这一类的题材。2018年刚开始，那新的一年有没有特别想完成的小目标呢？特别想完成的小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接到类似的剧，去演一下类似的角色。好的，那祝你新的一年工作顺利，谢谢。谢谢。